仲夏满天星露透照曝光，杨超越婚纱造型超美，与许魏洲满满 CP 感。最近网上关于杨超越的消息越来越少了，因为她一直在忙着拍戏，大家是不是很想吐槽？创造101不是一个唱歌跳舞的选秀节目吗？杨超越这次搭档的男明星是许魏洲，之前就有路透照传出来，都说他们俩好有 CP 感。杨超越是那种比较耿直的女生，跟许魏洲在一起大大咧咧的，应该也是第一次跟男生一起拍偶像剧吧。看她在剧组一直冲着许魏洲傻笑，许魏洲也是非常的宠溺的看着杨超越，他们俩就像是真的情侣一样。9月17日，又有网友晒出两人的婚礼路透照，杨超越穿着白色的拖地婚纱，跟许魏洲面对面站在，两人深情的对望，眼神中全都是爱意。